我是于琦，我是财务部门资深专员，欢迎参观远传的敏捷办公室。在远传的咖啡厅里，我可以选择自己想喝的饮品。需要与同事讨论事情时，我们有独立空间 phone booth 可以使用。在座位上还有个人专属的人体工学椅，呵护上班坐很久的我。当我想放松时，还有按摩椅可以休息呢。Hello， 我是行动网络规划部门的 Jeff， 在远传已经5年喽。远传应用最新的 AI 技术来布建 5G 优化网路，所以远传在2021年9月荣获世界第一，持续提供客户最好的网路体验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人性化的职场氛围。公司除了提供几个弹性上下班时段，也可申请在家上班，减少通勤时间，让我工作更有效率。嗨，我是 Joe， 我是远传人工智慧应用部门主管。远传这几年聚焦在大人物及云端科技数位应用，全力开创各项智慧转型商机。所以跑在全端的远传人，就常参与各个跨界跨域的专案，在不断的讨论及创意激荡下，同仁成长很多，视野更见开阔。嗨，我是数位服务部的向威。远传除了行动通讯服务业务外，同时也发展新的数位服务，如 Friday 影音、Friday 购物，还有远传新生活，打造用户的行动生活圈。另外，公司也会不定时公布职缺，让你有机会到不同的领域学习与成长，而这也是公司完善职涯发展的一部分。嗨，我是 Alice， 在远传职业门市担任业务工作。除了五大核心价值以外，远传也很重视沟通哦。像是高层主管会议，所有同仁都可用视讯连线参与，还可以表达意见。不止这样，你还可以跟总经理一起喝咖啡，提出建言哦。公司用心打造沟通机会，让彼此靠得更近。所以我们说，只有远传，没有距离。你好，我是远传总经理景琦。远传已经不再只是一家电信公司了，我们转型了。如果你对智慧资通讯或是对新创的数位服务有兴趣、有想法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，做我们的生力军。欢迎加入远传。